最后一个问题问两个女生，用一个动漫人物形容自己。海绵宝宝。你好，我是派大星。海绵宝宝，我不能让你被人欺负。一样，如果你选择14号，有可能被拒绝，你自己回去。你也可以牵手1号离开。海绵宝宝，恭喜你。我比较喜欢先喜欢我的人，蛮可爱的，我还蛮喜欢这个类型的。用一个动漫人物形容自己。海绵宝宝。你好，我是派大星。你好，海绵宝宝。你是最好最好的朋友，派大星。